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dio Idol 8号Patty杜英熙。大学期间，我是一名播音系的学生。毕业之后，我没有选择直接工作，而是去英国学习生活了一年。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多一点经历，可以更好地去感受、发现不同生活带给我的美好，包括这次参加 Radio Idol， 我希望我的青春可以多一点不一样的色彩。我是8号Patty杜英熙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。